特斯拉今天又出事了。今天在网络上看到几张图片，由于房屋的倒塌，一台特斯拉 Model Y 被压在了下面。从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这台 Model Y 不光 A 柱 B 柱没有变形，就连整个车顶的弧度都没有变化，而压在车顶的砖墙则跟随车顶弧度一起变成了弧形。但是跟这台 Model Y 一起被压在下面的其他几台车看起来并不是很乐观。我们从现场的小伙伴拍摄的不太清晰的视频中也能看得出，除了 Model Y 以外，几乎所有的车都已经 A 柱 B 柱变形，甚至有的被完全压扁。所以小伙伴们对此次事故你们怎么看？评论区聊聊。